吃面条了。天天吃磨菜汤，我都担心你们看腻了，视觉疲劳了。说起的叫马大杂烩，28号，11点结束。像原价39.9的，现在是35.9。他这个是顺丰给咱发货，差不多1到2天就收到了。这个很好吃，大家可以尝一下。我还担心不够吃，放了几个饺子。哎妈，他还带一个辣椒油包，我一般都不放，大家一定要尝一下椒麻大鸡爪，贼好吃。